元宵节加情人节，这么难得的好日子怎能轻易辜负呢？如果你就算没见到李敏镐没关系，我们还有重磅嘉宾陪你一起过节。是的，接下来 EXO 的陈和在韩国发展的中国歌手张丽颖就要登场了，来看一下，来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丽颖。大家好，我是 EXO 的陈。这个超级情人节怎么能没有歌声？陈和张丽颖的新歌《呼吸》现场清唱版立马奉上。那对谁？触摸你，看着我泪流的温柔。这样继续会一夜不能安慰，我不停流泪，曾经约定好，如果分手离别再不能相见，受伤的时候偶尔一次让我听听你呼吸。超级好听，有木有？小编都被迷倒了呢。但是主持人，你为什么要那么残忍，非要让他们两个画画？好感立马被破坏。既然要画马，今天又是情人节，我们画一个马上有对象好不好？马上有对象啊？对，那行。你应该知道我说什么意思了。丽颖，你觉得他最后给你加这几笔，你还确定这是一只象吗？这是个什么？这个马的鼻子有点长。原本主持人布置的题目是马上有对象，到了他们手中就成了这样了，马跟大象求婚。可是要知道陈是怎么解释的，小编真的快吐血了。굉장히사랑고백을하는이말이정말용감한것같아요。为什么觉得这个马很勇敢？是不是想跟大象告白？明白。画成这样也能给自己圆场，小陈啊，你简直是太有想象力了，画功不足就用甜嘴补吧，好听的话必须说点。네，크고밝은달처럼여러분들에게도큰복이왔으면좋겠고요2014년에도항상힘내고행복한일만가득하셨으면좋겠습니다。娱乐新天地，情人节又唱歌又画画，太给力了。北京独家采访报道。